这片都 湖中的 这片都 湖中的 不必心急。 千年牢固，重掌不移。
무비신지 畏惧吗？还是说你们连畏惧的勇气都没有？想要对攻吗？以死生吞的烈火，这几招还像你样子。至暗之时，绝灭之刻，倒计时开始了。 省点力气，逃不掉的。不错，你的确有挑战我的资格。
这是烧毁一切善意后的丰盛，见证吧。暗影看破，不得喧哗，化作浮沫吧。落日不过是一切的开始。 微光无色，等等，得治治。是药三分毒，低头。 三分毒。
故事与你分享。
劳逸结合是不错，但也别放松过头。无论是冒险还是做生意，机会都稍纵即逝。有粗鲁感到我的诚意，让世界亮起来吧，无处可逃。且尝虎尽甘来，血饮如剑，只要三分毒。等治治，又是我无知，去吧。来我家做客吧。真是，等下有点痛啊。血饮如剑，不可能！劳逸结合是不错，但也别放松过头。
论是冒险还是做生意，机会都稍纵即逝。劳逸结合是不错，但也别放松过头。无论是冒险还是做生意，机会都稍纵即逝。劳逸结合是不错，但也别放松过头。小牵手，知识与你分享，被他晕了，可别眨眼，剑出，影随。
良药苦口啊。我明白。亮相了，闪耀时刻。可别眨眼，无处可逃。去吧，手牵手。看见了，见识下我的实力。可别眨眼，哼，你只是巧合。手牵手，血影如剑，哼。无论是冒险还是做生意，机会都稍纵即逝。不知道干什么的话，要不要我带你去转转呀？全都看见了。去吧，
伸手，剑出，影随。哎呦！可别眨眼。是药三分毒，禁止接触，谨慎，经验一礼。
不必心急。
不必心急。向着星辰，
沙漠里好像没什么动静。
见习巡林员报道。一起努力吧。见习巡林员报道。嘿，拜托了，克里安巴。速战速决。可别眨眼。
可别眨眼。见习巡林员报道。一起努力吧。检测开始。打起精神来哟。走吧，时间紧迫。血影如剑。见习巡林员报道。
走吧，时间紧迫。见习巡林员报道。飞吧。
劳逸结合是不错。但也对。向着星辰，感谢你完成。生了歌谣啊。Thank you.
今天吃点什么好呢？耽误太多时间，事情可就做不完了。是冒险还是做生意，机会都稍纵即逝。
会考虑的。需加额外费用。